今天有个不顺利，就是那个张经理在那边唧唧歪歪，还有被老板骂，今天有个不爽。你是什么？你没看到我很不爽吗？现在怎样都不用回应是不是？妈的，我到底哪里惹你不开心了？讲话啊！就讲话啊！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不想回答你不行吗？你可以慢慢吃啦。滚啊！姜醋啊！操你妈的！